今天带你们看新鲜出炉的猫嗅炸耳小麻薯。啊，我是正经，还附送了防飞贴和软化硬化胶囊，抹茶小麻薯，最后一个薄荷姜，打开袋子好看多了。桂花小麻薯，我喜欢这个，就你吧。有一咩咩磨砂感，但是我没看到水变雪，所以也可能是错觉。蓝绿调的，有点像马尔代夫色。我本来只是想拿起来，结果这样更接近食物色，香味就是薄荷味的。它团在一起就是韧韧的，可以弹跳，戳着也很实，但拉伸完全没问题。给你们看延展性，我试了下起泡也可以，而且还挺能起的。我手上啥都没涂，过程中也没加防粘手的，可以起成这样。以及捏泡的时候泡泡依然很实，总之入股不亏。最后，喜欢视频的记得关注、点赞、三连呀，拜拜。